一代军神刘伯承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却唯独因为一件事儿折磨痛苦了大半辈子，直到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依然死不瞑目。这件事儿就是他的二女儿在六岁那年离奇遇害死亡，凶手却始终下落不明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百度搜索刘伯承女儿，了解更多事件细节，在这儿点个三连，马上开讲。1945年，刘伯承和妻子准备赴约前线战场，将儿子刘太行、女儿刘华北安置在延安的中央托儿所里。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别竟然是永别。延安中央托儿所的成立，主要是负责照顾我党前线将领子女和烈士遗孤，一来呢是帮忙照顾孩子，解决后顾之忧，二来也是保护孩子，以免落入敌人手中。在艰苦而又漫长的战斗岁月里，托儿所中成千上百个孩子都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，可唯独刘伯承的女儿刘华北却在六岁那年不幸遇害而亡。在托儿所中，每天都会进行早晚点名，可有一天早点名时，向来动作利索的刘华北却迟迟不见踪影。保育员走进屋内喊了好几声，华北该起床了，可他依旧蒙着被子一动不动。保育员觉得不对劲，立马上前掀开被子，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彻底惊呆了。刘华北在床上身体僵硬，浑身是血，腹部还被人用刀子弯曲了一块。得知女儿遇害的消息，正在前线作战的刘伯承夫妇瞬间愣在原地。刘伯承更是连续问了好几遍，这消息准确吗？可都得到的是同样的答案。将军中事务安顿好，夫妻俩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延安。看着女儿小小的身躯躺在那儿，昔日的活泼朝气如今只剩一片冰冷，这位驰骋沙场的大将军再也忍不住，当着众人的面哭了出来。在调查过程中，和刘华北同住在一个窑洞的孩子说，夜间有一个叔叔头上包了布，拿着手电在华北床前。华北说，叔叔我认识你。那个叔叔说，你不要吵闹，我给你饼干吃。后来就不知道了。根据工作人员和孩子们的线索，组织上展开了周密的调查，可却始终没有结果。时至今日，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，也成为刘伯承夫妇心中永远的痛。1986年，病重中的刘伯承元帅躺在床上，再次提及了女儿被害一事。尽管已经过去了40多年，可他依然十分难过。女儿的案子没能破，我是死也不瞑目啊。尽管此事已经成为悬案，可刘伯承的心中却早有定论。他将凶手锁定在了国民党中战争时期，国民党频频安排特务潜入我军，获取情报，暗杀官员，而将领家属子女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，希望趁机打击我军胜利的节奏。可女儿的遇害并没有停止刘伯承征战的步伐，他强忍丧女之痛，重新回到战场上，与国民党军展开了厮杀，迎来了革命的最终胜利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